我们通常会使用筷子来吃面条豆豆或米饭。你会用筷子吗？你会用筷子吗？不会。没关系，很多小朋友都。你看，这里有一个沙坑，我们可以把它埋在里面，看看会不会孵化出小宝宝。你觉得要用铲子还是汤匙挖沙子呢？汤匙比铲子小，挖沙子会比较慢，我觉得用铲子比较好。